所以你的答案是 B。B 确定了，睡前吃个小点心，请看。你跟我们看你怎么照顾家庭，看你明天还是跟我一起去上课了，别迟到哦。你好输哦。好的，睡不着也要躺着，这是没有办法改善睡眠的。没有，其实我们会有很多人都会说，哎，你睡不着，你去躺躺一下嘛，躺一下也是休息。其实如果你睡不着，你又去躺着的话，你一直躺的时候想说，我睡不着，睡不着，睡不着，我来数羊，我来数羊，然后就会让你更焦虑，然后反而会睡不着。喝一点点牛奶，对，搞不就睡温热牛奶。不要吃刺激性的食物，其实会帮助让你肚子里面好像温暖暖的，然后就睡着了。是的，积分就目前前三位艾利克斯、莉莉亚跟 Jason 都是零分，只有永贤姐刚刚陷害她老公成功获得5000分。无所谓了，反正肥水不落外人田，是在你们家了哦。来下一道题目，下一道题换艾利克斯要主答，跟动物有关，请出题。在日语中被称为麒麟的动物是哪一种？哦，麒麟，哎，日语中，日语，麒麟是哪一种动物？动物，哎，丽丽也很懂动物的嘛，是啊，丽丽是兽医，今天大家都针对他来，那兽医哎，啊，我觉得他应该蛮懂的，所以我们就丢给 Jason 吧，我丢给 Jason 啦，好的，给我 ，Jason， it's your turn， yes sir， 嗯，麒麟是哪一种动物呢？请问在日语中被称为麒麟的动物是哪一种 ？A. 狮子 ，B. 山猫 ，C. 长颈鹿 ，D. 骆驼。哎呦，好，这一题如果是答案很奇怪的话，那就真的非常难了。哎，这一题我应该是知道，因为跟台语应该也有点关系。对不对？麒麟哦，哎，怎么念？麒麟。因为那个好像台语的长颈鹿就叫麒麟马，对不对？哎，麒吗？啊，是不是？喜安内吗？真的吗？麒麟妹，之类的。所以我猜，我在想，应该没有太大的差距的话，应该是长颈鹿。天哪，哇，这题答对的话，那就可怕了。对呀。真的长颈鹿吗？哎，长颈鹿台语不叫什么登金罗吗？不是吧？不是啊。哎呦，哎呦，还真的有根据的哦，是不是？那一起来看看到底是不是麒麟马呢？来，哎，恭喜答对，这个叫麒麟鹿。还好我有教几个修车的那个朋友，黑手的朋友，他平常有教我一些台语。哎，因为这个麒麟鹿，这个很少人知道的，很少人知道，这个很少人知道。哇，你怎么那么厉害啊？哎，其实长颈鹿的日文就叫 Killing， 对，所以是这样子来，是从长颈鹿这个来的哦。哎，好厉害啊！因为我们大家再也不敢瞧不起你，以前都是瞧不起我，都瞧不起。哎呀，想说你来应该最后第一名是你，加油啦，加油！下一道题目来，下一道题是 Lydia 要回答，跟台湾美食有关系。美食题，请出题。请问嘉义喷水鸡肉饭的喷水指的是什么？哦，大家都有吃过。对啊，好像有人还没上去过哦。对，不是我刚想，而且他有分数哎。哦，我看了不开心，所以我决定要陷害他。而且我觉得应该对台湾美食应该没有那么熟悉。哦，不错了吗？嘉义他可能没去过，你就错了。你答，我答。我要把答题权让给永贤姐。哦，对啊，永贤小姐，请就答题位置。那肯定他不知道。是吗？很难讲哦。对啊，喷水鸡肉饭。没有，他很喜欢吃，他吃。请出题。请问嘉义喷水鸡肉饭的喷水指的是什么 ？A. 鸡肉鲜嫩多汁。哎呦，哦。B. 真的有哎。料理方法。哎呦。C.火鸡品种，用水去喷。第一，建筑物。哦，什么是建筑物？鲜嫩多汁。Architecture building， 呀，料理方法。火鸡品种，有一种火鸡叫喷水耶。喷水鸡。
回去见。啊！哇塞，有可能。好厉害，好猛哦，听起来。对呀。Chicken 是 juicy， 很 juicy， juicy， juicy chicken。第二是做的方式，we are cooking。第三种是那种品种，为什么我是用中文翻译，你们在用英文？对啊，很好，听得懂中文啊？对，对对对对对，火鸡的品种，干脆求救好了啦。还有第一次建筑物，比如说前面有个喷水池，喷水池，哎，我以前在嘉义很熟哎，真的没有听过这个，他待过嘉义，可能那怎么？是哦，求救 B。料理方法，料理方法，一起来看看到底是不是料理方法。来，啊，错，Power，那老公在这，小心一点了。我就跟你讲有 man power 嘛，你就不相信，对不对？腿都软了，笑这么开心干嘛？啊，笑这么开心干嘛？这叫这是处罚哎！讲这么开心，我没有那么兴奋过了。你也演一下嘛。他说我太久没那么兴奋过。对，他随便把球丢给永贤干嘛？啊，这个是你的，对的。来了，像话吗？建筑物。对，哎，因为那个喷水啊，就是那个在一个圆环当中有一个喷水池，那一家店刚好在圆环，所以我刚刚都有说，对呀，前面有个喷水池，我没有听到，你怎么没有听到？因为你在看 Man Power 是不是？了解，了解，因为他已经，因为他昨天已经看到处罚是什么了，他就很开心，喷水池啊，好 B， 料理方式，太好笑了，斜眼余光已经看到了，已经看到了，已经看到 Man Power。所以你们啊，把他们夫妻两分远一点。后面我就打，后面关系我就真的吗？还想再去吹吗？还有更精彩。没在讲，有没有护士？有没有护士？来来，请吧。需要急救，护士有，护士有，马上就来，好不好？请出下一题来。好，下一道题是 Jason 要主答跟女生的生理期有关的。哎呦，厉害了！那分数直接送给他就算了。他太了解，太了解。对，安辰期都在那算时间。跟生理期有关，他是等于是一本记录簿，他头脑里面能记18个人的安全期。你在干嘛？还没出题。对，还没出题。应该不用看题目直接答了。女性生理期时容易贫血，需要适时补充铁质，但铁质的吸收不易。请问哪一种饮料有助于铁质的吸收？哎，这跟健康有关系。这是安全期，他不会。这你答不得啦。不打，给谁打？我要把这一题丢还给刚刚生气的老公艾丽克斯。哦，给他机会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问艾丽，对，直接主抓，不要浪费时间。不是，这一题好，这一题好。等一下，打错就没有 manpower 哦。女性生理期嘛，然后铁质的吸收一定有护士嘛？一定有的，一定有的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请作答。来的，请出题。他迫不及待要走进去，哎哎哎，没有护士，我天哪！请问下列哪一种饮料有助于铁质的吸收 ？A. 牛奶 ，B. 茶 ，C. 咖啡，铁质 ，D. 果汁。哦，哎，哇，难度很高，难度很好，来来来，听听女生的角度，生理期的话。喝哪一些是 OK 的？果汁吧。为什么果汁？因为他要害你啊。喜欢喝果汁。啊，来来。老公会害他吗？你不会害他。真的吗？我觉得是果汁。哦，肯定在害你。肯定在害我，老公喝的是果汁。是吗？咖啡牛奶。听听男生好不好？搞他都帮忙买了。我觉得应该是牛奶。牛奶，因为牛奶含钙。
涵盖，然后跟铁什么关系？跟铁，是那个来的时候都不应该喝很多茶、咖啡啊，这些有咖啡因的东西，果汁又被删除了。就是因为你刚刚说到了不应该喝茶跟咖啡，我就要选咖啡。哦，这样子肯定才是错。哎呦，这样子，因为我一定要错，他一定要选错的。你想要被我要选错的，这样子才有机会。因为目前我看不到处罚是什么。哦，可是我心里觉得应该是有护士。哦，真的啊，或者是那个，或者是 woman power。呀，有咖喱，我选咖啡。所以你的答案是咖啡，确定吗？一起来看看是不是咖啡呢？来，我第一次看来宾那么希望答错的。